哎呀，跑几天，跑哪里去了一天？啊！有见到了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黑泽。 找到了，在石头后面，在石头后面。这以后呢，眼睛和耳朵都不太灵敏了。鹤队尽管使不上劲，反应比以前慢，但每次我们出警的时候，它总是会跟到门口来，想要一起跟我们出任务。不过我不会让它去，它就会一直在门口叫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它总是一个劲的往外跑，追都追不回来。 最后，我们是在巡逻路上的石头下找到了他。我们曾经一起冲上日式的战友啊，但如今他想独自离开，我是坚决不会允许的。